以往曾经有猫捉老鼠的讲法，但现在时代不同了，老鼠在人类社会横行无忌变大王，不怕人类亦都不怕猫，猫和老鼠可以和平共处，有时猫会被老鼠虾，甚至将整碗食物让给老鼠。正因为天敌逐渐失去威胁力，城市鼠患才越来越严重。澳洲东部新南威尔士省日前受暴雨袭击引发洪水，不少地区积水严重，乡村爆发鼠患。有农民近日清理谷仓设备时，一群老鼠从设备里面喷出来，老鼠从天而降，好像落起老鼠雨一样，农民担心农作物收成会大受影响。老鼠的繁殖数量惊人，几千只老鼠在仓库四围腾，它们咬烂家具、衣物，粮仓更成为老鼠乐园，甚至连滤水器都防满鼠丝。当地农民说，目前正寻找有效的灭鼠方法，又形容鼠患已经升级为经济及公共卫生危机，促请政府尽快向受影响的农民提供援助金额。